的掌握一下。好，三二一，好，我们请首先第一批拿到我们女巫王蜜的所有县政府还有三商餐饮集团哈、来合作跨域联名啊，共同来行销啊。今天呢，由我们三商餐饮集团所推出的哈Do You Want Me Pizza？ Do You Want Me Pizza？ 哈，那我想这个就是我们跟三商餐饮集团共同的一个结合。那结合我们云林县的云林良品，那由我们永兴国菜生产合作社所出产的这个凤梨金钻凤梨，然后那还加上蜂蜜，所以这个披萨吃起来就甜甜蜜蜜哈，非常非常的好吃。那我们也希望未来跟三商餐饮集团会有更多更多的合作，因为云林良品到目前已经有900多项的产品了。那不只是在很多的这些便利超商，还有像大圆百啊、星光三月、微风广场这样的一个百货公司，通通有云林良品的专柜。那这次跟我们三商餐饮集团呢，可以说是合作，不只是今天的披萨哈，还有我们所有三商里面的一些餐饮呢，都跟我们云林县的所生产的蔬果，还有我们的畜产品，通通有结合。所以我非常感谢我们的以倩经理能够跟团队呢一起对我们云林县的农民非常的照顾。那这一次的整个Do You Want Me的这个披萨呢，我们希望它能够行销的非常好，而且呢今天推出以后就有优惠价哦，只要259块，你就可以买到这么好吃的披萨，甚至还可以线上采购，或是呢在整个拍照打卡上传以后，都还可以参加摸奖哈，哇，最大奖是 iPhone 哈，这个奖项要送给你哈，所以呢，你要赶快去到我们门市店，赶快去采购，赶快去买哦，那也有机会得到这个大奖。这是总好，那这次呢，我们要特别恭喜我们这个中华队能够拿到世界冠军棒球冠军为了要庆祝他们所以针对我们万宝龙计划当中我们有6000多位的龙宝宝出生了，所以我们要送出100组来送给我们龙宝宝，那也恭喜龙爸龙妈能够加入我们这次万宝龙计划的行列。良品合作，那三商餐饮这边呢，其实也希望能够多推广台湾的农产品。那现在目前三商餐饮总共有11个品牌那有425家的门市那有95%是选用台湾的在地的蔬果。那我们希望就是未来能够有更多的机会可以跟云林良品来合作，把就是台湾在地农业再推广到我们的全台。谢谢。